有功翻，入庙从未想作反，就地插了，就嚟地震了，都要立即赶上班。就算冇 OT， 都每晚 OT， 无求想到要奉献，又通宵两晚，拎翻笔数再半点，每日计多一天。这既定航线我都翻惯了，当港铁有坏情况，就飞的都要赶，只怕未强壮，病假中绝望了几趟，留一口气讲，怕失败自动看透，未退休，每日继续研究，假日决定唔偷，又再有工翻，只要有工翻，一秒从未想作反，就恨到了，就能恨到了，被人闹足几个 round，就算冇 OT， 都每晚 OT， 无求想到要奉献，办公室进化，一生中瞓觉地点，到夜晚再赚钱。Yeah, yeah!到完成了就够钟，但未会想放，难得可以赶，历过失败自动看透，未到最后，每日继续研究，假日也无停手，有再有工翻，只要有工翻，一秒从未想作反，就搭四了，就嚟搭半了，几秒拍卡赶上班，就算冇 OT， 都每晚 OT， 为求帮老细赚钱，办公室进化，一生中瞓觉地点，到夜晚再赚钱。又再有工翻，只要有工翻，细费全部帮你悭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但仍未有得放饭，被老细阴点，不过冇收钱，份量比你多捐钱，月底终结算，公司多出了闲钱，每月再多一天。